嘿，二爷还偷藏我照片呢！你瞎呀？这是我妈。 嘿，你娘这扮相真好，她也是唱戏的。嗯，她唱的最好的戏，也是杨贵妃。我已经找了她十几年了，一直都没有她的消息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消息了，却被一把火给烧了。这信啊，有第一封，它就有第二封。 他现在既然能够打听到你的住处，他以后就会来找你。你给点耐心啊！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啊？走一步是一步吧，反正我现在已经净身出户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什么叫什么都没有？你还有我呢，我水楼养着你。哼，我开销可大。 我平常用的，可都是最好的西洋货，再加上一个药吃药喝的小婴儿，养得起吗你？养活你们爷俩还是没问题。水云楼就是摇钱树，现在到了收成的时候，您呢，资管站在树下，等着我哗啦啦给你调钱。行，我算是没看错人。去，把洗脚水倒了。 妈，你怎么不唱了？你爸爸快回来了，他不喜欢妈妈在家里唱戏，可是我喜欢。那妈妈以后就偷偷的唱给你听。嗯，好。